孩子学游泳学得怎么样？对啊，不错啊，我游泳进步蛮多。没有再受伤一级，一级。是啊。慢，是慢的。慢，是慢的。他们啊，已经在医生那边学废了。所以说，我到医院已经不能再学习。这边没来人。开这门了，收不进来。你老大很麻烦。可以了，这里是还要学生去的话，还是。拜六可是如果是礼拜天早上九点到十点，
看穿越一个，所以我只有15分钟的时间接他，去他就逛，去穿越一个。你从在哪里上？他上午在英雄区。哦，英雄区。不过他们会跳舞的人啊，我跟你讲，他们学游泳很快的，他们有那个节奏，有节奏。来玩一下。因为他跳舞的时候，他抓得到那节奏嘛。问题是什么？